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怎么的？你边界感太重了，你拉粑都不让我坐在你的腿上。你礼貌吗？我干啥呢？你坐我腿上啊？啊！你换位思考一下，你拉粑，我坐你腿上，你能乐意啊？乐意啊！你那脑子怎么长的？它有用吗？它运作吗？它现在是不是都生锈了呀？没呀。那你能不能别气我了？天天跟你吵吵把火的，我都要缺氧了，我都。那我也没让你喊呢。你不让我生气，我不就不喊了吗？那你咋气性那么大呢？来，你去问问别人，我气性大吗？大。谁说的？他这玩意儿，他能听懂人话吗？咱下回再有这种事儿的时候，能不能别在人家不方便的时候说呀？你现在方便吗？我方便呢。你不方便完了吗？但是在我方便时，我不方便让你坐在我的腿上，你懂这个意思不？那你都方便了，为什么不方便？除了我在上厕所，你不能坐在我的腿上，剩下别的时候，你都能坐在我的腿上，懂不懂？嗯，懂了。你拉粑腿有用，你现在方便完了吗？完事儿了。那我也不想坐了。